二月五日是中国南方农历小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来自49个国家的255名留学生一起烹饪中国菜，写毛笔字，感受中国年味道。阿富汗籍留学生杨康来中国5年，今年他将第3次在中国过春节。2020年疫情期间，他和学校20余名留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为武汉抗疫贡献力量。杨康说，武汉也是自己的家乡，虽然自己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我们是外国人，但我们不是外人，因为疫情不分国籍，是吧？而且困难时刻我们团结，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其他地方，武汉当成我们的一个第二个故乡。我们虽然看起来就是长得像外国人，但我们并不是外人。来自约旦的韩子墨今年同样留在中国过年。韩子墨来中国求学至今已有4年。2020年疫情期间，韩子墨多次在国内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积极发声，传递正能量，为中国呐喊，为武汉加油，以亲历者角度讲述真实的武汉战役故事。应该站在跟武汉一样，一起跟武汉人跟中国人站在一起。据了解，今年春节武汉各高校有不少外国留学生留校，各校在落实疫情防控举措基础上，为留学生赠送新春大礼包，安排春节套餐，确保他们食宿无忧。尽管足不出校，但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俄罗斯籍留学生拉夫的寒假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天气好的时候，操纵自制无人机拍些校园美景上传到社交平台，其他时间健身学习，准备毕业论文。拉夫说，家人都希望他留在中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因为现在在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因为这里没有新的那个，没有很多新的病毒。比如在俄罗斯，现在每天也是有很多加了很多人的。战默、洛比、辉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巴基斯坦籍留学生杜和曼当天虔诚地写下福字。杜和曼说，看到武汉重新恢复往日的喧闹，感到非常高兴，希望自己的家乡也能像武汉一样早日战胜疫情。我现在在武汉很安全，我希望我的家乡能够像武汉，希望控制着疫情。